友，你们好，我们是 F.I.R. 的乐团，我是飞，我是阿庆，我是金玲老师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威尼斯我们第一次来，然后第一次来就觉得哇，真的很漂亮的地方，然后演唱会场地也很棒。今天啊，其实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歌都会唱，然后也都很想要那个站起来，可能大家都刚开始有点拘谨。然后呢，可是到了唱到中间后面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就是从上面都跑下来，对，已经不想要坐自己的位置了。演唱会我觉得，表现最棒的是观众朋友，然后也出乎我们的意料，所以这场演唱会我觉得是非常，我们都觉得很玩得很开心。然后在中间有一段是我们唱比较摇滚的歌曲，所有人都跟我们一起呐喊，所以我觉得。我真的对澳门的这个观众朋友是刮目相看，还有那么多人支持我的音乐，所以我们也说啊，我们承诺我们会好好不断的做出一张又一张很好的专辑。那也希望说到时候十二月份我们发新专辑的时候，可以快点来香港、澳门来做宣传。大家都是非常的热情，对，谢谢你们支持我们，谢谢。人称秋官的香港资深艺人郑少秋十一月于金光综艺馆献唱，众多歌迷影迷闻风而至，一睹其风采。郑少秋纵横演艺圈三十多年，他风流倜傥的大侠形象深入人心，主演的电视剧往往造成热潮。这次演唱会上，秋官亲力演出，尽展大侠风范，送上了多首脍炙人口的剧集金曲，让在场的观众沉醉不已。香港知名艺人许冠英先生第一次来到澳门百丽莎娱乐场表演，我们澳门 TV 很高兴可以跟他进行访谈。I will try everything. Before it's so fun, he said, "Come hey Ricky, tomorrow we go to Macau." Okay, yeah, okay, like this. But now I feel very happy that I, this time I come here alone to Macau. I feel very happy. Before I come, I call Sam. Sam, I'm doing a concert in Macau.I thin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tell him that I'm going to do the concert myself. So I feel really happy, you know. Chang 歌方面我比较喜欢的慢歌，现在的快歌那些我都会唱，但我不是那么喜欢。我喜欢唱一些比较好 feeling 的，即是深一些 feeling 的歌啊，是比較難唱啲嘅 love song， 咁我比較中意嗰啲歌。我中意見到人哋笑 ，because every time I come to perform and do anything singing， I enjoy it， you know， I feel very happy， and then I sing some song， people were happy there， oh， I feel very happy， that's all my life。